大家有肉骨无食过菜粿哦？菜粿都流山吉样，面乌红样，光波一大双牛囝。我随娘死，我妈想娘做菜粿，还时候伊哭，娘那天下袂光就起来做菜粿。忙后伊过生了，我也去外地个读书，移民出国，学着你哦，念念想爱食许来个菜粿，今日咱就来试做看。就我那一家六百毫升的水，当水只够爱讲袂讲，出现开麦水的时候就可以来审核。开麦水呢，就是就水内加遐扒，差不多加遐开麦袂热的时候就叫做开麦水。这时候的水内开始90度，出现开麦水的时候，咱就可以慢慢来审这个采落去。但是记得那莫那直刺生解倒落去。玉门的刺看你深，深上下呢，你就被那只有菜激黑啊。然后这个红全部加了了呢，就按记得来解擦诶，擦这个葡萄要水淋解也去菜，擦来开十个个空间，上下也就保证伊后摆袂激黑，料就开好，解水火来开温伊两三个字，温的时候呢，有可能爱解。若当讲伊爱解的时候，你解开就着解摇起来，再开到落，将遐大概摇开大概三次，这个水就讲到差不多系大了，了咱就好解关火，一再倒个50克嘅脂肪加15克嘅油，了解炒走。咱将这个菜炒走了，就可以解倒把盆内哦，冷烧解热做食汪。你也好教我病哦，叫做干菇来煮，煮着完了呢，就准备一碗清水来切这个菜。每次切菜的时候，那将两个手个温淡，鱼里间煮到这个菜定哦，就保证那袂烫潮，也袂对潮。切的时候爱出力，但是莫那用手个力来切，就是你个东西莫向在用个腰个力来切。另外，唔能摆个浸菜也吸水量唔少，当切的时候也是发觉大，那个菜有两眼料的，你可以适当来加几个水。但是只切记得当某只刺蛇加卡在水，爱温在吃看看加，每次切够要少只料，你再加第二次，就先反复个加。如果那你发觉那个菜比较嫩料的，那你就卖再加水了，就是用油来代替。每次温里间要多潮，煮了也袂多潮。吓，咱就就先反复个切切对五六个字，切到这个菜变到又嫩又软又弹性就可以了。只是无只切那无偷工，无地位，你无变做出又薄又软的果皮，一下改变。另外好一点，卖个大家强调的就是，你当工无去加遐青个菜落去。因为你也是那无经过稀释个青个菜加落去了呢，你后摆个果皮也改变。咱只菜切的了呢，就用淡薄开花，了准备一根韭菜碎片拿打作油，加入30克油，炒走了再加一大匙个盐及半大匙个姜，就姜加入了呢就保证呾你这个韭菜出食了哈保持青脆。咱这个菜切的鸭也准备好了呢，就好准备来包裹了。咱先炒先烧个红，烧了呢就内70克左右个菜，了解伊烧做一粒。然后当工呢，你个自己捂落去，了就放个个菜放来就捂内哦，用两只手个也保证个食在。捏做个啊，遐滑面哦，个遐果皮料就后来放遐韭菜落去。麦讲鸡汤是遐韭菜落去了呢，用起丝将这个韭菜啊，个伊轻轻啊，个伊热了呢，个煮啊都要做包面哦，将这菜粿个包好。只个过天呢，可能大家需要粮食个在吃着，食零食卡。了，你记得落包的过程当中，你先炒了，再烧红，无滴话伊啊热炒，热了呢啊，就改那包唔成功去。当这个粿全部做好的呢，就好来无水来吹，水滚了呢，大概吹3个字就熟。
了后摆是我爸伊阿来个大家陪遐菜粿个故事，了大家就初听我包初听伊陪下。各位乡亲、海内外朋友，我是吉阳八十岁老人，菜粿只件事哪了知？食那菜粿胃口开，老爱白扒花，食只就十街，奶爱爱。七十正托你知，许总是老囝，逢年过岁上下歇，家家户户含人七三数，为何着苦精米做菜？做太过火热，天下未光，市内街路边菜街，拢是金高菜农，所卖个青包菜，青菜一格咩就无人爱。菜粿生理辣逍遥，家庭材料味好料，拢有子女，阔阔撇撇，哪里做过大事业？既简单又复杂，只解过听我从讲。遐卡手密实，也是少年要在解，自六年并末到三更半夜。尤其是为了花庆春节，浙江老板强势送整手工阿格卖起去，四千两板过老热，一心苦到内，无人嫌嘴嫌皮，定型世界话来拿，让咱多多以后街，聊山菜粿。多潜水、汤烟、脂肪、味力可以忽略不计，告诉了咸脆世界叫做上酸粿，两粒骨贵只贵汤，眼界粿是边辣边飘香，大嘴大口袂夸张，韭菜粿、高丽粿、菜头粿、藕粿、笋粿，妙极了。软糯地果，拢爱心想事成。每秒个苗头文化早已飘扬过海，未识庐山秀个朋友，及古位个乡亲，远公百门不如一词，相我到此处，方在其东阿庙，祝大家健康快乐。